先取出白色羊毛往上卷，左右两边往内收，边卷边收，收成一个蚕茧的形状。接着拿出戳针，在结尾处进行戳刺，直上直下戳刺。结尾处固定好之后，接着开始边转动边戳刺。戳刺好之后，可以再包一点羊毛，让大小比较平均。蚕茧形戳刺好之后，接着开始帮它制作脸部。拿出剪刀，将左右两侧剪出两个小洞。组装上去之后，确认没问题，就可以将眼珠用白胶粘起来。两个耳朵都戳刺好之后，将它们靠在一起，沿着边缘稍微修饰一下形状。稍微戳刺好之后，接着用白色的羊毛将边边的地方糊一下。一边戳刺好之后的样子，接着再戳刺另外一边。鼻孔戳刺好之后的样子，这样我们就完成啦。